我在街头寻找老头的身影，我想起小时候我走丢了，老头也曾经这样着急地找过我，可为什么我长大了以后竟然都忘了？原来有些关心和在意一直都存在，只是自己把它忘了。是我。哎呦，是你啊！哎，你知道像你这种人，人外面怎么称呼你们吗？啊，那我告诉你，叫伪娘。讨厌。哎呦，还讨厌你！我原来长头发的时候，人家管我叫伪娘，现在都不那么叫了。那怎么称呼啊？女汉子。哎呦，你还女汉子？我看你就是一娘炮。你看你。哎呦，行了，你们俩别闹，赶紧快上车，快走吧。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来了，你来了，来了，哎，哎，好，哎，阿姨，阿姨，怎么样？哎，别，别，人真的丢了，你报警了没有？千万千万别上去，我就通知联防队了啊！我这就给亲戚们打电话，你们不能添乱。没什么叫添乱，人多力量大嘛，你说对不对？就是你，你把你那仨哥的电话给我，我赶紧给他们打电话。我都离家出走了，你就别报。你给老张打电话呀，你！你都什么时候了？不是你看他的事了，这会儿还想你自己行了？打了电话也没用。快点，快点，不是，这是丢了，找一老头。你给那那个同学，不是，不是，他仨人去，他在网上，他熟悉，他是那个那个网管，他是那网管，然后再哎哎哎，就给那狗子。我说句话行吗？别吵吵行吗？这天又没塌下来，咱这乱什么乱？怎么在这儿？我知道大伙儿都着急，谢谢大家，真的，我刘海皮，我真是谢谢爷儿，谢谢你，哥几个，穆总，谢谢大家了。老头儿丢了，就是他丢他就是一孩子，你知道吗？那孩子丢了，不就是站在街上等着爸妈回来接他吗？我们老头儿肯定，他到时候肯定就站在马路边等着我接他呢。我承认老头丢了是我的问题。我就顾着跟小爽说话了，没注意看好他，他现在走丢，他就等着我给他接回来，我肯定给他找回来，行不行？咱别在这乱，你算是你客花，咱七个人，再凑一个八仙过海都够了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，咱在这各显其能没用啊。他肯定，他虽然糊涂，但他不是傻子，他不是一笨蛋，他不是自己故意要跑丢的，不想回家，他不会说永远就不回来了，他是一特明白的人，什么都明白。就是现在脑子出点问题，可是他知道家在哪儿，知道我在等他，他肯定能回来。我能找着他。你去哪儿吧？我陪你去吧。我这有车。走啊。八仙过，凑齐了。那个狗子给我打电话说了这事儿，不是他，不是你再仔细想想，他以前有没有什么特别爱去的地方？你一时没想起来？海滨，想想。自从老头回了家，跟我刘海皮回了家，我就一直觉着吧，早晚有一天，他会把所有忘了的事儿一点一点都想起来。老头
说他不糊涂，堂堂正正一个人，跟咱们一样，真的，不缺胳膊不少腿，吃喝拉撒睡，就是个正常人，他不是个软柿子。我就想吧，也许有一天，老头把所有的事都想起来了，然后他想起这段时间，他忘了所有的事情的这段时间，他活着，不丢人，有尊严，不像一条狗。因为他跟我们一样，都是正常人，像正常人一样的活着。好，就算有一天他没了，什么都没想起来就没了，他起码也是有尊严的活过，没有虚度光阴。那什么，你该忙忙去吧。我今天把人群得罪光了，好心全当驴肝肺，就甭管我了。我不能走，我在这儿好歹和你还是个伴儿呢。虽然你烦我，但是你今天说这些干什么呀？在，我一直就想问你个事儿。你叫老贼，那胖子呢叫狗子。我跟你们俩一块儿长大的，认识好几十年，我经常就想，我都忘了你们俩真名叫什么来着。你说一老贼这名字，还是你给我起的呢？啊？如果说我的真名叫什么，我肯定记得。但是狗子叫什么，我真想不起来了。你说老头能回来吗？自己回来。海皮啊，咱们就画这么一个李克花，上面也没个电话、名字什么的，谁知道咱们在找谁呀？这是。我还没跟你说明白啊！啊，我不要你画个寻人启事，我不要全世界人都知道。老头走丢了，他疯了，他傻了。哎，他现在这连住了一辈子家都回不了了。我就是想让你画一小人，画小人让他知道李克花跟家等他，我跟家等他，让他自己回来，自己回家。海军，你先别激动，你可看好了，就画这么一小人，你确定他能回得来？我确定。怎么了你？饿了？啊？哎，我也有点饿。我怎么突然想起来，我小时候我走丢了，我爸找我。
就这片通惠河边儿，那时候境外 SOHO 什么国贸、中大都还没盖好呢，也没什么这桥。我好像就在这儿，大不了这儿跟我爸走散了，然后我就一个人找不着他了，我就一直走到一河边上一直哭。后来我爸就来了，来了就给我一大嘴巴，说我乱跑。然后他就搂着我，然后他也哭了。那好像是我印象中我爸唯一一次在哭，当着我面哭。你说我怎么把小时候事儿都给忘了？哎，海皮，你多好啊，你都能给忘了，可我就不行，我全记着。我从小到大那是没少挨我爸打，我妈吧时不时拉拉架吧，还是偏架，顺带手的鸡毛掸子再给我来一顿。但是你说人这一辈子他，我说，哎呦，海皮，你等我一会儿，哎，海皮。没看见呢，啊，是吧？没有了，还没找着呢。我不能上哪儿认识他？帮我盯着，好，我怕他溜达回来。哎，好，你有手机号啊？有，谢谢。好，电话联系。林，哎，你有没有看见？我一直给你盯着呢，真没看见。你也别太着急，海皮，别太着急，哎，吃点东西。行，你帮我盯着啊，我帮你盯着。报警了吧？24小时了都，他们得管这事儿吧？你吃什么？邓磊，哎，行，兄弟，别管我了，你也不能在这儿傻等着，就胡同口这儿堵着，啊，你在这儿你在这儿等着我找着你得了。我就是怕老头这一宿肯定没吃东西，他饿了，我想他也许跑过来吃早点来。哎，好，他到这儿，我怕他又走过去了。主要是张雷他们几个都在忙，我让他们盯着，也不一定能盯得住。关键他现在可能就认识我一人，我不在这儿盯着，那谁在这儿盯着？那这怎么办呢？嗯，你这又想什么呢？你那什么，你先跟这儿吃着，我回去拿一东西。啊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把这李克花，不是我爸这娃娃啊，我搁你这摊上，我怕你做买卖到时候忙的时候你看不见，我给拴这儿了。老头认识他，老头过来一拿这一蹬啊，你就知道了，千万别挪我这娃娃啊。啊，你明白我意思吧？明白。行，你还挺有
有办法。说，你这钓鱼的，看着点啊，哥们这平常吧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们俩遛弯从雍和宫那儿出来，老护城河这儿会遛遛弯，我就想他这是不是跑这遛弯来了？哎，你说这平时吧，也没觉得有这么多人啊。你说这哪儿来的呀？上班这么多人，乱七八糟的，这老头就混在这里边。你说他上哪儿找去啊？要不待会儿，咱俩分开。啊，你沿着河往那边走，行，我沿着河往那边走，行，好吧，反正沿着河沿走，咱俩就跟雍和宫这集合汇合。行，有什么事儿？行，那您往那边走，通信啊，哎。小龙，张磊，哎，我一直给你盯着呢，我没回来，没看见。还搁你这儿啊？放心吧啊！